要不要合作，或者是跟谁合作，或怎么样合作？我想我们的党内部一定都会有所讨论。好，那我也希望就是说，作为一个党员哈，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党可以越来越好。那在未来的每一个选战里面都能够成功。所以现在确实有在评估吗？有在评估合作的吗？我想这个由我们的党来处理吧。您说这个防腐蚀是要靠党内的一些凝聚，那目前有一个选项是苏嘉恒院长，那但是社会有些反弹声浪，认为这个国会龙头代表民意应该是变得更动。当党内民意如果碰上社会的反弹声浪，我想我们的党员是非常有智慧的哦，那民进党也有一定的机制嘛哈，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们的党员去进行讨论啊，最后做一个决定哈。那我做一个，我现在只是一个党员哈，那我也希望在整个下一任的主席的选举的过程中都可以顺利选出一个我们下一个阶段最需要的主席。好，谢谢。谢谢。